最近很火的一款水牛奶面包，特别的软，它是用鸡蛋跟水牛奶和的面，里边没有添加一滴水，它的水牛奶添加量达到了21%，两个味道，一个是原味的，一个是蔓越莓的。原味的里面还带一点小小的夹心，不是很多，非常非常软。这个价格到时候给发两箱，一箱里面是10个。这个是蔓越莓的，蔓越莓的相比原味的来说就是比较有嚼劲，更有韧性一点，比较推荐这个牛奶的，特别软，老人小孩都非常适合吃。这个原味的特别特别软，这个更扎实一些。到手满满2大箱，太合适了。